三月二十日，陈赫发文：天气好，心情好。晒出与老婆张子萱和女儿一家三口到迪士尼游玩照片。当天，陈赫身穿格子衬衫、牛仔裤，全程都是亲自推着宝贝女儿安安，十足的奶爸啦。而张子萱则是粉色毛衣、牛仔裤，长发披肩，少女感满满。照片中，两岁半的安安趴在爸爸的肩头，画面温馨有爱。其中，女儿安安的正面照罕见曝光，网友看到后表示：萌娃正脸像爸爸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